要带大家来看呢，架杠总裁的家哦。这套豪门大户呢，就位在我们新庄头田从化区内，同时呢，也是我们从化区内有释出的物件中举屈无双哦，唯一的一户室内坪数高达近百坪的高楼大户哦。不仅如此呢，屋主在自住的期间呢，还耗资了千万来装潢他的爱屋哦，非常非常的宝贝这套房子。物件所在的社区呢，就位在头前路还有思源路交叉口的其实总裁行馆。那不只享有了一高二快三捷运的便捷交通之外呢，还非常临近幸福路商圈还有福寿美食商圈，更是走路三分钟可以到达万坪的头前运动公园哦。那虽然呢临近捷运以及大马路啊，但却因为位居17楼的高楼，所以完全避开了噪音，视野也是超棒的哦。